环境静谧优雅，风格典雅独特，精致的雕刻艺术，现代的巴黎气息，这里就是 Villa Farisan。一踏入这里的感觉呢，就给予了我非常非常有强烈巴厘岛气息的一个地方。但这一个地方呢，其实并不属于我们，其实并不在巴厘岛。对。但是它就介于，它就位落于新山闹市的某一个地区。然后这是一间非常经典传统的别墅，它的名字就叫做 Villa Warisan、嗯。现在呢，在我们身后呢，这一个东西其实就是马来一些马来伴侣啊，他们马来新婚夫妇他们在新婚当天的、就是所谓的坐席的地方，然后呢就会有一些，就好像我们华人啊，对，结婚的时候就亲戚朋友，对，就敬茶什么之类，然后这是他们就是恭贺这一对新人的地方。对呀、除此之外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呢，不只带给了就是说我们有那种非常有巴黎感的那种气息，其实它，它也是可以让人家有一种放松的感觉。对，而且如果是情侣来到这边的话，一定很浪漫。你万万想不到，等一下你可以去到楼上的时候，你可以发现到每一间房间都真的很美、很漂亮，而且有着自己不同的特色，然后有着那种很非常有艺术气息的那种印尼的雕刻。这里呢，所有的雕刻和摆设都是非常非常有艺术气息的，像所谓的你可以看到，就在我们身后，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婚礼的这一个坐棚，所做的这个坐席的帐篷之外呢，还有桌子啊、椅子啊，就连你连外面看到那些就是公厕的那个屏风都一样好漂亮，然后带给就是凡是所有来到这里的人，一踏入这里的感觉，一定就会整个人就会松懈下来。感觉上你就好像在巴黎一样。 Villa Warisan 坐落于马来西亚半岛南马柔佛州新山的一家精品酒店，采用传统马来的雕刻艺术打造富有巴黎气息的休闲之处，非常适合新婚夫妇们到这里来度蜜月、举办婚礼及拍摄一系列的婚纱照。这里拥有完善的设备、冷气、无线宽频、泳池等等一般的需求。如果您想要拥有巴黎式传统的婚礼，这个地方您不妨考虑考虑。这里拥有一间新人套房及八间普通套房，供新人及亲友们可以度过浪漫的一夜。除此之外，这个地方也适合举办研讨会、公司宴会、生日派对、时尚派对及其他的活动策划等等。